植树车，你可以回去了，拜拜。
浇水，出发吧，洒水车。洒水车到啦，开始浇水喽。好啦，浇水完成，洒水车真是棒棒的。收割机过来看一眼，哇，你们看，树木种好啦，收割机可以出发去工作了。再见，小朋友们。哇，挖掘机他们今天要去建造摩天轮，出发吧。工程车队到达目的地，就在旁边的空地建造摩天轮，挖掘机开始工作喽。倒车，转弯进入空地，挖掘机要来挖一个土坑。哇，土坑挖好啦！哇，你们看，好大一个土坑。接着是搅拌车去浇灌水泥，出发。在土坑旁停下，开始搅拌水泥，浇灌在土坑里。轮到吊车工作了，来到水泥地上，伸出吊钩，吊起支架，在水泥地上安装好。还有另一边也要安装哦，吊起另一边的支架。挖掘机来帮忙吧！挖掘机来啦，加油！哇，支架安装完成啦，再装上滚轮，这是摩天轮的座舱，让运输车拉过去吧。转弯到达目的地，吊车过来啦，伸出吊钩。把座舱安装到摩天轮上，好啦，再吊起座舱，准备安装下一个座舱。安装完成，哇，摩天轮转起来啦，工程车队太棒了，任务完成喽，返回车库吧。
放到河道上，成功了。挖掘机要把河道挖深一点，把泥土放到岸边，继续加油。挖好了，把挖掘机吊上来吧。工程车队要去挖池塘，运输车出发，挖掘机出发，装载车也出发。
挖掘机开始工作吧。挖掘机要来挖个大土坑。到达加油站了，吊车过来。
拿起加油枪，开始加油。油加满了，放回油枪。哇，继续去工作喽！喷洒车回到了农田，展开支架，继续洒水吧。装载车正在街上巡逻。哦，前面怎么在冒烟？我去看看。停车！糟糕，是房子着火了，让消防车去灭火吧。好多泡沫啊！